老师好，老师好。请各位浅显哈，手机关静音，保持我们到场的顺序哈。啊，请坐下。这也是难免，吼、哦，因为呢，在过去，咱拢是这个班次，拢是安怎，真侪拢是电脑书在教。那么何下何德何能，就会受着咱父亲们的支持，所以何下，吼、哦，勇敢接着这个任务。但是这个任务呢，或许也是很有感触。因为当咱何下看到咱新源山的群组铺出来了后，或许很震撼。因为今仔可能较侪年轻人，咱或许会讲伊台语人做为讲，感到很震撼的，就是因为今年的当地非常有感觉，愿意破节关再现新迹。何下看到的时阵，哇，好棒哦！今年起的这个讲题哦，真的太好了。第一个念头就是不安呢，但是想不到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算打散了我们各单位班。阿伯说啥有相通，结果目前很高兴讲，阿伯回到等来第五班的时阵，全讲这个工程要予咱学校来学习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这学校嘛，感觉讲，哎，你一个念头出去的时阵。竟然是也可以稍微的感染到哦，所以呢，这好汉吼就真的是很庆幸，吼、哦、啊，感谢胡先生的慈悲哈、哦。那么我们今天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所以好汉可不可以再贡献一下？他突然胡先生有讲到啥？疫情这两年来疫情是咱上界大的困扰，哦，啊已经超过四亿，超过580几万人。已经亡身啊，因为疫情来走去啊，所以这个大世纪会当予人看到的，就是安怎，咱的地球人类的一个共业。虽然咱看到的是这个疫情，但是呢，最近咱也有在较注意到整个宇宙的这个啥呢？伊的气候变迁，咱有发现到啥？火山大爆发，有无？火山的爆发。这敢有恐怖？嗯。火山大爆发，结果这话拢是啥？过去的专家拢甲你讲这是死火山，但是最近前几天而已，日本离咱较近，咱应该拢看得到。日本的鹿儿岛还是樱花岛，他们的这些火山也是在蠢蠢欲动，拢在震动哦。甚至于嘛，已经有专家甲咱分析讲。日本的富士山火山哈，已经有沉寂300年还未爆发。如果拿日本的火山真正是爆发的话，那日本真的就是要受很大的灾难，哦，要受很大的灾难。所以，予咱知影讲，有一挂即个结束世界人类的这个劫难，其实
不是平白无故来，不是平白无故来。所以咱世俗拢会甲伊当作是啥物？这是共业，拢讲这是共业啊，没错，这是共业。但是咱佛法请问咱注意这年代了，所谓的共业，敢是集中着真济人个人，然后才形成的开始。像咱今日教囡仔讲，一加一加二加三加四，安尼一直加去，加到六的时阵是二十一，一加到十是五十五，敢是由着咱个体真济大家做伙形成的这一股的力量，就叫共业。但是安尼，是相信咱大家拢知影。所以呢，你看美国的这个龙卷风，每三十外个龙卷风扫着啥？扫着六州。你看龙卷风安尼够恐恐怖，都遐大起，啊，规个顶管乌云大雾。这个威力都不是我们可以去掌控的，都不是我们可以去掌控的。所以你会讲啊，因为安尼呢，你看。火山爆发会引起海啸、地震，气候变迁。最近哎呦嘛，一挂过去的所在，唔捌像这安那强降雪，结果呢，哈，沙漠地带都在落雪。这个你们真的是我们要去反观，也要去反思，为什么海边安呢？哦，过来呢，大地震，迄主龙崩起，甚至呢，咱那师兄。有真侪朋友拢会去啥？真侪同乡嘛会出国去啊！啊，出国去会去游湖、游艇、游江。你看哦，这山壁是遮尔大，竟然有山壁会安尼规片放落来，将这游艇、游湖、游江的四只船合落来。哦，咱有看无？那乌的就是拄啊好放落来。这个我们会想得到吗？想袂到。完全拢总是想袂到，所以呢，吼、哦，佛法家咧问讲，大家讲这个灾劫，灾劫到底伫底来？咱敢有去想过？这个这么大人类的这个灾劫，当然要讲是重要重要，但是这个灾难从哪里来？这个灾劫从哪里来？佛法家在底下都有甲咱写着啥？贪嗔痴慢疑，伫咱五浊世界。咱的内心世界就有这五毒，因为长期时间来，咱家己不知不觉，安怎贪嗔痴慢疑，这物件豆豆啊出来，豆豆啊出来，时间久了，它就形成了一股什么力量，哦，所以咱讲啊，贪会招感安怎追债，分的清分招感火灾，无耻的心感招着风灾。不平不满，我们的心就会感遭到地震。还有这个疑，就是种种，咱家己去想。所以这种讲是灾劫，各位先生真有可能会想讲，讲师你讲的拢总是讲的，那安尼个人的灾劫，敢有？有。在咱今生这世是大清算的。这讲老师教咱不修行菩萨来在诸佛有甲咱讲无边的业力今生会吼，功过善恶耳目亏，善知代替不善的果报今今昔认为，妖有人心几座内，人不心焉妖不随，故有本末世俗伪，知其先后尽道的。各位先生，其实这句是古。已经伫头啊转，就甲咱讲，咱累世以来所种的因缘，到这世人，一定是拢安那需要安那大清算，他已经是成熟的时期了。只是要用什么角度、角色，甲伊呈现、甲伊了这个因缘而已。每一个人因缘无同，所以要用什么角度、什么姿势出现，没有人知道。没有人知道，所以讲咱讲安那讲讲过吼、哦，善恶耳目亏，一分五厘咱拢想袂起。讲过相敌以后，果报金金西任赔。你有功诶，互你，你安那有过诶，该安怎处理就安怎处理。这拢是因缘呐，哦，这拢是因缘呐。上重要第三句，
要有人生几周呢？这句话倒是真重要。为什么？这个妖也就是咧，甲咱讲这邪不正的心思心念，咱所做的拢总好，只是不正，无下伊自性的，拢总是叫做妖。咱的自性本自具足，本自清净，吼、哦，安、啊、怎？本不动摇。但是如果若发端是离开自性的，是自私自利的想法，那安尼即拢叫做妖。伊讲妖有人心几作呢？咱过去呢，就拢有讲一句话讲：天作孽，犹可畏；自作孽呢，不可畏。你看哦，上天早就一寡圣贤仙女就拢在爱甲咱讲啊，天作孽，犹可畏，是要淘汰一寡善恶啊。啊，如果你若是徛伫神的这边，上天安怎淘汰袂着？若有淘汰着的是这个肉体，因为这肉体是假象。安怎？即世人来，马紧啊！像讲有一寡佛道菩萨，身体有啊，年纪有啊，身体安怎？无健康，那没有关系，只要咱的心念是正的，那么呢，淘汰掉这个假体，后摆啊，过生完再来换一个旧公体，安尼刚好。各位浅浅，这样好吗？当然是好。所以虽然近，咱那是有拄啊好，有得到一寡毛病。没关系，这是假象，这是因缘。如果只要咱的心定下落来，会当安怎自在？知影讲我内底这身自性分，未使去互偏转，未使去互对落去。啊，若安尼，阿爸这个吃土有土，搁再生完再来换一个金刚心、金刚体，或许觉得这是很好哦，这是真好的。所以甲咱讲，人不轻言，妖不随。这个心吼，足侪话，这个吼，佛学讲一个，互咱知影，这个的真正意思，佛学有去甲伊查过。这个真正意思就是讲有瑕疵，啊，伊这个瑕疵吼是有空隙。来，小姐，来，咱有看到这个无？这个是啥？地海。嗯。这个地海，咱有看到一撮无？草皮。那时阵，伊叫鼻涕，相信你是无看到迄只。时间久，慢慢因为有空隙，慢慢被侵蚀。安尼咱敢听？嗯。所以他就是亲像咱的祖先，本来咱拢不知不觉，以为家己讲哦，我是做仙的。事实上，唔是你去做的代志在看你仙，是咱的内心所发出来的迄念波是仙还是不仙？哦。所以才跟你讲啥，人若无这个心烟，这個、腰袂衰啊。就是讲，你若无看他，好伊，人讲来讲，让他有机可乘，让他有机会进入，就是安尼来的啊。我阿吼讲哇，拄啊好伫遐上这个，唔知要用啥互咱看。拄啊去到一个朋友遐吼，看到伊的地海吼，是必然的。咱我阿吼赶紧摕相机起来翕起，就是要互咱搁较清楚。知影讲，如果咱若是无啥呢，人若是无有这瑕疵空隙，咱迄邪袂入来啦。安尼咱敢知吼、哦？所以呢，这也就是咧甲伊讲咱呢。那么呢，咱今仔日这个讲题，就是要甲咱讲，愿力可以化劫关。各位浅显，这个劫过去圣贤造字。是不是作恶呢？这个劫甲咱讲安怎？这个力已经死了，没了。什么力？原力。本来咱来的时阵，下当今天主理千年大德，大家坐伫遮，伫闻着宝贵的大德了后，搁会当听经闻法，搁会当亲口受信。相信咱过去已经安怎一分二分三十五分，咱已经尽了真多的慈善金条福报。如果若无，咱无可能坐伫遐遮。真有可能足侪人求到求求的，到尾安怎？明明家伊求上发准，伊嘛家搁跳准啊，搁跳准呀！啊，若无咱自咱知影以来，你看咱度偌济人，点偌济人去啊？哦，结果呢，家己拢跳准去啊！啊，若安尼呢？这个力
就是咧甲咱讲原则。原来你对西方来的一点的热络，原来的心意已经安怎弃掉了，已经模糊了，所以才会造成啥？造成业啊！这两个伊讲是安尼写，他就是解啊，你的本心已经被你弃掉了，那安尼你就造业啊。所以咱建宏老师甲咱讲，人若无伫道中，道伫啥物？业中。哎，这拢是建宏老师讲的，佛法经典只是佮提出来，叫咱大家佮做一个佮较清楚的分享尔。哦，佮做一个佮较清楚的分享尔。哦，所以呢，甲咱讲愿力，那么咱先来看这个愿。这个愿呢，就是咧甲咱讲啥？咱原来的本性，原来的本心本性，就是咱的佛性。哦，是咱的自性菩提，咱的如来。但是呢，请问各位前贤，咱今天敢知影讲，你家己这个个体身躯内底有一身自性佛，你敢有心经？有爱勇敢心经。若无心经吼，安尼你今仔日这节课是坐到足辛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咱家己想，一个死人交活人，伊差伫底。伊个六根嘛拢伫遐啊，为什么伊就无法当爬起来？差伫心在人在，差伫伊这个自性佛已经离开着伊个身躯安尼尔，拄啊差安尼尔。所以甲咱讲啥？咱每一个人个身躯拢有咱个这个自性佛，所以这个自性佛对对而来，我们看着这个图，懂吗？很明显。嗯。这个图自性。是咱所讲的会啥？老母说话，咱这是拢大家拢叫做姐妹、同胞、吼、哦、兄弟姊妹。啊，哪安尼？这个大智吼、哦、大光明体，就亲像咱的造物主，就是咱的德，就是咱的无尽无边。伊甲咱分化出这么多分量。有做清楚无？做些这分量，就是因照咱个人的因缘来到每一个所在。所以咱交佛会安怎？会连到小共？大声音都出来，到小共？有。咱内底的自性、交佛的自性，拢总是小共。甚至咱也时常咧讲啊。咱是老母娘的化身啊，咱是伊的温灵啊，敢是安尼？这若是用 DNA 咧测的，就讲安怎？测落到底，咱的灵性，大家拢有一件是相共的，这就是 DNA 啊。因为对遐，大家做伙分化出来，所以呢，咱过去咧听经文分的时阵，前辈才甲咱讲啥？一本善万书，万书为一本。哎，师兄听着。师兄听到，一本善文书，伫先天来讲，也就是咧甲咱讲，西方无极咱个道，吼、哦，老母娘所分化出来，安怎？一本善文书，但是文书要如何归因？也就是讲，咱目睭开落了后，咱爱再生，爱安怎想办法，互咱个灵性会当回到倒去，会当回到倒去，啊，若无话，佫袂出来，再拢写啥？翻迄落翻转西方，你就要转去啊！啊，先好咱再无法转转，因为咱承认了，咱唔知影要安怎。哦，啊，若伫后天的身躯内底，哦，伫后天的身躯内底，一本善文书，也就是讲我的自性起作用。咱六祖有甲你讲，灵生万法，好起自性，灵生万法，所以伊会当安怎化了足济的物件。啊，会当生了真济方法，有足济念头，但是我们不要怕这一些。咱六祖的法门内底有甲咱讲安怎，无念为宗。但是这个无念，不是要叫咱吼像插头安那讲拢莫有啥物念头，绝对不是这样。咱若是拢无念头，那都一心像插头啊，不可能。所谓的伫经书内底，咧甲咱讲的这个无。大部分拢叫咱爱超越，爱超越，无量为宗，也就是甲咱讲，
咱来超越着你本来这个念头。你本来这个念头真有可能是落于啥？有违反，吼、哦，落于恶言对你，有善恶啦，吼、哦，啊有啥？有衰败啦，吼、哦，啊有迄个冤家啦，拢总是落于伫恶言对你。但是我们要超越你本来所安那所发出来的这个恶言对你，哦，所以呢，那用出来的时阵是要让咱用。有这个相，有这个相，这个相出来是要来使用。你若我讲，请问各位先生，这支是啥物物件？粉笔啊，粉笔。这支是粉笔嘛？吼、哦，咱这看到拢是粉笔嘛、嗯。如果何汉若是将这支粉笔摕去金库啊，还是用钢锤啊，给钢钢啊，变啥？变一汤匙啊，粉粉。我拿给我们看的时候，你敢会再说它是粉笔？没。所以，金刚经里面跟我们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空。这东西，这相是要让我们照用的。啊，因为我们众生不知道，所以把这相当作是真的，一直在抓取，一直要拉。啊，人说世间的一句话说，人世间的事不足也十之八九，你敢真正逐项拢会顺心如意吗？啊，若安尼，自然你的心就会平静啊。可是安尼，都落地安怎？落地地下的生活，所以我常咧问，话人讲拢困袂好，我讲哎呀，内心的东西装太多了，倒一些掉，你就会做好困的。你困袂好，就是心内忧郁啦。你有一挂挂来伫个遐。不过你内当真正解放下，像咱河汉吼，去到房间坐三分钟尔，就困去啊。因为吼，进入闭，无爱在遐吼，闲家遐尼济，吼无爱在闲家遐尼济。所以呢，甲咱讲万事归一，吼、哦、一本上万事出来，咱所做诶，就是要恢复到咱自性来讲，吼、哦、来。那么诸客若是无？真正用本心，用咱的自性去做代志。那安尼，咱拢落伫世间法。世间法呢，也就是叫做有为法。啊，那有为法，咱所做到的，咱所得到的，拢总是属于福报。咱好，我甲恁讲过，今天大家会当真靠坐心坐伫个遮听经闻法，咱已经过去是种了真深的福报啊。只是咱欠啥？有福啊，欠慧，所以咱这世人在修的，就是要让咱完成安怎两足尊，福慧双修。哦，啊，要安怎才会当达到福慧双修呢？也就是要让咱知影讲，咱爱进入无为法。所谓的无为法，也就是讲人在世间，但是咱的心爱跳脱这个世间法，徛伫较远的所在。入佛界，用入佛界，吼、哦，这个心去看世间，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，迄个是分别，这是世间法。但是你来当跳脱出来，甲看，凡所有相，拢是假，要照用的。哦，那安尼你得安怎？更上一层楼哦。寒人的时阵，是不是大家拢会穿蓬西衫？各位浅显，咱的蓬西衫，如果甲头家伊加掉。流落到底是不是一直去一五七五五廿廿就流了啊？但是，咱捌安尼过嘛吼？那安尼的话，等到你这领衫，迄西啊线，甲伊流了的时阵，你看到的是衫还是西啊？西啊，西啊！所以这领衫是要让咱安怎寒冷的时阵起来用尔？这就是要让咱安怎照常能力，咱爱去甲伊体悟。如果咱若是拢无家己对伊伫生活当中的事物去做进一层的体悟，那你到时候没有进入这个法界，没有进入无为法，那你永远都站在世界吼，你是盲修瞎练。盲修瞎练就是讲，你真有可能我是搁咧继续做你的安怎福报。过去咱讲迄个迄个天文皇帝。
拜公成主，哎、欸，这不是假哦，咱无法有对《黄帝内经》内底去改查，它真的是有记载哦，吼、哦，有记载的咱皇帝吼、哦，安怎到中年的时阵，一拜了七十二个师，个个拢知影主世愿，唔知影出世愿，所以伊为着要了脱生死，去拜一个十三岁囡仔的公成主为师，为着啥？为求呗。超脱三世轮回，所以我们这一辈子很幸运，既然已经安那达到这个坎站，那我们就更应该要知道我们要走的路是什么。第一，就是要爱叫咱安那会当见性。你若要开悟，你所做的真有可能你会落地安那福报，无法比一个。我哈拿出了这讲，后来今仔日，我哈摕一寡钱出来的时阵，要来过世，啊，我的心一直是执着伫迄啥，诶，我摕这出来，应该有真侪功德。啊，是咱迄个咱目前年轻人在干，我哈拍拍手，拍拍手是很好，但是我哈时常会讲，你要做的代志，第一，你的出发点是啥物，迄个才是重要。如果你若是在想讲，诶、欸。这个圣灯，这只大法船，法船敢爱水，无水敢会走？袂。如果恁来家想讲，我有这个能力，我就家伊布施偌济，我就家伊资助、家扶持，为着这个法船要好，搁较济兄弟姊妹会当上岸，会当能力，会当进步。那你的出发点是为了利益众生，那安尼这就是叫做真正的功德。啊，若无咱做个功德，敢有像龙虎地遐尼多？三日一暗，五日一时，共用遐尼侪精分、精迄落精神。但魔祖伊甲问但魔祖师，但魔祖师甲讲毫无功德，因为伊个心本来就执着伫遐，所以就落伫福报尔。那佛法经讲到遮呢，应该真清楚啦吼。所以呢，甲咱讲啥？如果咱若是落伫有违法，就亲像眼见色虚空。眼见色虚空，就是用何行呢？拿一支箭，出将遮尔啊，咱所有咱拢家己出去，家己写去。这支箭以后走，以后走，以后走，走到尾啊，力尽了，咱无啊。这支箭刚才对落来，力尽了，箭还是要坠下。因为安怎，你是有违法，你无法度谈好安怎，谈好真正超脱生死。所以咱五祖呢，伫六祖坛经内底。嘛，甲恁真清楚，甲恁讲安怎？讲逆境终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离生死苦海。啊，自性欲灭，这个佛讲我当叫你个自性。这样你看有够明显，拄啊好交咱这个吼，因为凡两件色虚空拢相同。过来呢，佫有一个伫经典内底留下的三世佛言，吼、哦，咱好啊，简单讲着这个三世佛言。三世分观呢，也就是咧甲你讲，咱即世人知影通去修行功德，啊嘛知影通去行功德圆满时，但是因为咱的执着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乎咱所做诶，煞去落地福报。啊，落地福报诶时阵，伊即世人知影怎做，当然真好哦。伊后世人来是享受着大富大贵、大富大贵，因为伊有福报。但是呢，伊诶福报安怎？伊甚至到尾啊，伊会认为讲啊，我该做啥物事业，大汉拢做成功咧，大汉拢做诶。到尾啊，引起空哥魔幻的心出来，会变成啥？人定胜天。我做个拢大汉拢成功啊，大汉拢有成就啊，我敢会引起迄个骄傲心？一定会，就会感觉讲我真够，人定胜天。啊，敢真正人可以胜天吗？敢会当？个人会当人会当信贵天吼，啊那安尼吼，就毋是安怎，就无需要有遮尼济诶兄弟姊妹伫遮咧受着遮阴阳果报啊，吼、哦、就不会了。所以呢，甲咱讲吼，如果咱若是无亲入即个无违法，那么我们呢都是间断性的生灭法而已，吼、哦、怕不是究竟。所以呢，甲咱讲啥呢？唯有进一步违法。因为咱爱清清楚，咱过去是欠欠差欠，所欠的因缘，
唯有上面当行功德，福报是咱要自身要家己要享用的。唯有功德，你才会当去回向了过去所欠人，才会当去化解。啊，那无呢？无有真正的功德，你没办法去化解过去的那一些，哦，交错，复杂的那一面，你是不可能的，哦。所以呢，他才能讲安呢。那么呢，我看予咱看这几个图，这个呢是啥？金杯，一只金的猪，哦，招财猫，这拢金啊。但是这上敢有干？无姐姐，啊，我这讲出来，金链啊，金破链也好，吼，啊，手指也好，那拢金的做，这上拢无干。啊，这上拢无干，表示啥？不是表示在外上看起来上吼无共无唔对，所以伫佛佛内底有甲咱讲一句话，讲以金做器，器以器以这金，用金啊来做这器具，但是呢，这器具呢该是金，就是咧甲咱讲啥，虽然这个像这个像无共，唔过伊内底的内涵内质，拢总是金啊。啊，这安尼敢是拄啊好交咱进，咱每一个人的自信拢相同。虽然呢，吼、哦、画像咱画有生了较歹，啊画咱真水，啊画较圆，画较胖，画有甜，画有粉，是咱行的这个较无同尔。咱内底的这个自信有够有同，相同。咱画较拄啊难讲，拢总对遐做伙来的，所以自信不是拢相同的。吼、哦，所以甲咱讲，若对相来看，伊是无相共。但是以体来讲，这金仔你若摕去金仔店，叫伊甲伊摇摇啊，是毋是一项一项一块一块，拢总是金仔？伊的本质敢有差？无差，拢相共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好好的体悟，体悟幻想界所有的一切，是要互咱安怎，互咱用，用完爱甲伊归倒转来。你若是要改归回归回到等于到咱的本心，啊那安尼呢？你就是掉伫个半空中，哦，你就会掉伫个半空中，哦。所以呢，伫今来这呢，甲你讲，爱动观不生分别，咱爱爱去动观，就是讲我们一定要见性开悟，去动观的不生分别的物件到底是安怎，哦。到有法度能了断生死啊！哦，世上一切的众生，拢是真如本性，吼、哦，以各种形态，就咱头拄仔讲过，哦，啊，用一种形态来出现。目前你头拄仔讲话讲，啊，我个形态都本来是九界啦，啊，到尾因缘转到对无界来，吼、哦，啊就，就安那，这种嘛是因缘啦。啊，为人，哎，为因为人唔安尼想，那伊过去吼。哦观众，咱酒家遐是安怎大户人家哦？何汉呢？无伫大户人家住过大爷厝，是走去安怎？伫一个较贫穷的人家，迄为囡仔的心理哦，会造成他的不平不满。为什么阮姐姐、阮哥哥拢住大爷厝？为什么你得甲我送互别人？这点的心拿出来，啊，你也足艰苦。你整一个一辈子哦，你都脱不了这个阴影。但是就像咱陆建林讲的，好哈感谢。虽然哦，头啊唔捌代志，去互小可恁爸爸甲咱载倒，但是好哈感谢。咱有两个老爸，咱有两个老母。啊那安尼啦，这姊妹啊嘛，大家拢各有咧联络，何其自在。伫酒家是上细汉的，但是走过伫五家的时阵，我是上大汉的，我是大姐。我是姐姐，我弟兄啊，我受欢迎哦。迄这辈大家拢叫我大，迄个大姐阿姐。啊那安尼，这是不是你若只要辛苦好嘛？你是不是足快乐？快乐交无快乐哦？咱拢我们都常活在自己的世界。我时常咧讲，若是要上班压袂满分，结果呢，拢会想讲，而且到公司都有遐远，应该有安检窗互咱停落来挂。结果吼，若到红绿灯的时阵，头前有一台车停的，咱拢会想讲哦，好，赶紧红灯，赶紧停起来，安怎混着坐？
啊，伊即使立灯啊，未头前这台车啊未启动，我也想讲，我嘛未甲看，我也想讲，我还袂好个。伊搁等一下，马丁，咱也追伫后壁的时阵哦，毋是追我，是因为伊头前无行。刚才安尼想，啊，诸葛若是安怎，我已经拢半路准备好啊。结果伊头前这台车无行，咱让我来申请个体验哦。啊，是再加两年啦，还是困去啦，还是咧买手机啦？啊，曾经这样，外国也未要行。哎，咱这咱够有拄着？咱若敢承认吼，安尼你就对啦。啊，若唔敢承认，就是啊，搁咧瞒骗别人。这我都有感受，为啥物恁拢无去拄着？我都唔相信。哦，所以呢，也就是甲恁讲啥？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拢去安怎，互家己的心境影响去啦。这环境影响咱无济啦。真正环境影响不大，如果你来真正有了解环境影响的，你为为了而少之又少，他的心境起伏倒是真正，让你过了袂快乐，哦，过了袂快乐。所以呢，再来讲，这拢是一种形态的生命。咱吼唯有真如分享，不生不灭。好来，各位先生，咱看这个结了后，咱来看这个心。这个心有两点，一点是咧甲伊讲啥，内底这点就是咧甲伊讲咱个如如不动的自信。外口这点呢，就是咧甲伊讲啥，咱会去安怎扭曲的自信，咱个本性去火，这个心甲伊扭曲，去甲伊攀缘，到尾也产生意识心，就是咱咧讲的妄想分别执着。如果咱若拢会当真淡定。用咱内底这颗自性的心去处理代志，你就袂去管伊外口点物件。啊，无要紧啊，代志拄着事来即应，毋是叫你代志拄着啊，我咧修行啊，我无需要叫去你做用啥？你这样叫做逃避，逃避会当一时命，袂当逃避，因为你毋是刚今仔起来发生代志尔，有代志通互你处理尔。后面的后续还有很多事啊，你每项代志拢要逃避，啊，安尼你就无需要来这个世间啊，就无通了解因缘啊。哦，所以呢，事来即应，勇敢面对、处理、接受，然后放下，这本来就是爱安尼去行呀。哦，所以讲咧讲这个道，这个道呢，无法甲我。好、哦，有甲你讲过，这个道呢，人生万物，所以咱千万这两点呢，就是恶言对立，就是阴阳，就是善恶，就是水脉，这是对人心所变化出来，这叫做啥？恶言对立法。但是呢，若站伫恶言对立，咱互我甲拄仔讲的，咱就会落地。有违法，所以咱一定爱安怎，互恶言对立的这物件回归一，这个一就是咱的本性，回归到咱的自性。你若有法度通去看到这物件，拢总安怎，心肝来笑一下，哦，然后把它放下，回归自在，随缘自在啊，才不会有烦恼啊，敢是安尼、嗯？所以呢。咱若是有法度通好，或者会当回归到你本心，你的思想拢足自在。那么呢，足自在的时阵，自然这也就是咱的自信佛展现出来，家己做主。那么自信佛家己会当时时拢家己做主，是做一个有路用的国王，唔是去予这众神，像咱的一个国家有一个国王，啊有足侪大神啊，唔是去予这大神甲你绑票。由着咱的六根、六识、攀缘心、意识心，去咧替你做主，因为你渺渺分明，你家己清清楚楚，你要做的代志是啥物？所以呢，经过安尼回归伊了后，用咱的自性的本体做出发点，真清楚去做。啊，做是要做啥？修行都唔是目睭揢落到咧转去的哈。我时常讲，在世你若是无。安怎？拢无快乐啦，啊，拢足执着啊！你讲你要阿爸目睭揢落，你会当自在转去吗？难，我归难啊，难。
所以呢，行住坐卧，就是伫咱的行住坐卧，迎宾送客，处理事情的态度，运用伫你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展现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道理。所以有人来讲，你这人道理真好呢，是咧讲啥？因为咱看得出来，你展现出来的都是合乎中庸之道。那么是真的会忙下修炼，那这样就太枉费了。无猜咱有拄着这么好的机缘，竟然咱个漏得两头空，真了福报。咱我讲啊，他拄啊，迄个第二世得到福报，结果伊为非三者啦，卖讲伊做歹，但是伊的心就是自私自利的。到尾啊，伊安怎啊嘛有做我一寡唔对的。第三世伊刚刚又对了，所以三世佛缘不弯，三世佛缘也就是咧讲，一世人知影修，但是就无福报。第二世在享受这福报，结果呢，中昧的心，逐项拢讲出来，享受了过头。结果第三世伊赶快来个对了，若有机会，就会当得闻到；若无机会呢，他就怎么样往下存了，往下存了。后来这就是咱较拄啊，我较所讲的三世佛缘，三世佛缘。好，讲到三世佛缘，佛法这个能量图，佛法解话，请问各位浅显，咱敢看有？咱每一个人的念跑出去，每一个人的念跑出去。咱进阶大家拢唔是啊，因为这条乌咧就是啥，表示讲伊都无来求得，伊安怎？伊是一个哈，极负能量的人，就是讲是一个较恶的人，心思较不净的人，所以拢落地安怎？伊所发出去就是拢在想讲要安怎来算计人家，要安怎来用啥，拢总是这摆。所以他的念波出去以后，伊就会叫宇宙的这能量、这空间去结合。所以呢，咱老细汉有咧看布袋戏，迄个人啊，迄布袋戏出来嘛，即个人要破功啊，迄敢是拢敢赢乌烟？就是因为他的心已经不正了。所以呢，咱的两条只要是安尼，你就是去调节感情。若是灰色的呢，咱时常伫社会上拢讲啊，迄个是模糊地带、灰色地带。啥物叫做灰色地带？就拄着啊做一挂。好心做坏，都对啊！歹心做坏，好心做坏，歹心做坏。